好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咱们俩要多沟通。就是说，到最后一声的时候，好像气往下走，没有往上走，是不是应该往上走？哦，好，这是个很好的问题。气永远是往下走的。哦，永远是往下哦，走。气永远往下走，我们只有把气叹下来，声音才能上得去。哦，它声音和气是这样的一个关系，你气越低，声音就越高，哈，所以叹气是对的哦。好，走。